我父亲就在河南省京剧团。那么上我学小提琴，主要也是因为希望我有一技之长，这样将来不至于被送到某个偏远的角落，那边就回不到家。刚开始我是学绘画了，但是我的教师让我天天画鸡蛋就烦了嘛，后来就不想学。后来我父亲就让我学小提琴，但是学琴没两天我也学不下去了，因为觉得很枯燥嘛。你知道学器乐是，尤其小提琴、钢琴这种专业是比较难的，技术难度比较高，所以需要经过很漫长的枯燥的过程，所以就不想再学。但我父亲这次由不得我了，就是软硬兼施的让我继续学下去。几岁进的京剧团？九岁。九岁进了京剧团，在里面呢就是一边学习一边还工作。好像我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乐团里面拉乐队了，反正在京剧团里面大家也看不到，我们都是在这个灯光能够覆盖的那个面积以外的地方，在那个阴暗角落里面。那我作为一个小孩，我就肯定是坐在最最后了，我身后就是大幕，所以我什么时候困的时候就把大幕往自己身上一包，也没人注意到我，那我就在里面可以睡大觉。这么点小孩能上班挣钱有工作，肯定挺让人羡慕的哈。当时自我感觉好吗？对我来说，我是糊里糊涂就这么进了京剧团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么后来就京剧团当时有很多的活动嘛，还要上山下乡为人民服务。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就开始自己打行李，跟着乐团的队员演员到各个地方去演出。有的时候在小地方去演出，他们没有条件差嘛，没有电啊什么，还用的气灯啊什么，我还记得挺有意思的。其实想想又挺可怜的，一个小孩童年没童年，没跟同年龄的小孩在一块玩过，这也不太对劲儿，会对性格什么的有影响吗？反正我学琴是肯定不会有童年的，尤其是在专业上要想有一些成绩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经过很艰难的、很长时间的枯燥的这个练习过程。那么这不是说靠有音乐修养以后就可以弥补的，这个童子功是非常非常必要。所以我在小的时候从来在我记忆中就没有怎么玩过，很艰难的熬可以说。但是呢，我想我可能是比较懂事的一个孩子，因为我父亲为我学琴应该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啊。那么我看在眼里也是觉得需要好好的回报父亲的这样的这种努力啊，这种辛苦，所以希望拿出更好的成绩。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成绩，只知道好好练琴，多练琴。不管多有天才、多聪明的小孩，练童子功全都是特苦的，是吧？我想无一例外的，基本上都是，有成绩的人，一般都是没有童年的学琴。但是你学得挺成功，十四岁就上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附中，是吧？对。结束音乐学院小社会重新开放，我父亲就因为他在那边毕业，所以他希望我在那儿能够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所以就到音乐学院去考学。那么从河南去那里，对我来说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我父亲一定是疯了。
到上海音乐学院去考学生，我自己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那直到考试开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水平跟其他的考生距离还是比较大。你是属于水平低的？是，应该是高很多。高很多的。对，因为也许我没有听到最好的，但是后来我知道也有也有不少很不错的学生，但我所听到的水平之差，让我这是完全没有预料得到。那么马上就很得意，我记得初赛刚一拉完，我就出来对我父亲讲，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我父亲马上就制止我了，要注意谦虚，显个伪。我父亲很少夸奖我的，总是以批评为主，那我母亲更是如此。我是所以被打击惯了的。到了音乐学院当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首先是离开父母了，比较自由了，对自己很贪玩，第一次有那么多的年龄相等的这个孩子在一起，所以也不想练琴，那也没什么好练的，因为教室布置东西我不需要练都可以回得很好。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很轻松的玩了两年。直到后来有东西可以开始激发自己的这种练琴的欲望，也就是说后来的全国比赛很快就开始了嘛，1981年全国比赛开始，那呢我们要在全国做选拔呀，然后国际比赛也慢慢开始，就是中国也开始参加这样的活动了，所以自己开始有了动力，开始慢慢的又开始练起琴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我想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认识了林晓基教授。我父亲一个好朋友，介绍我就是拉琴给他听，让他给我上一堂课。我第一次见到学伟是在1983年年初吧，给我的印象是他非常有天分，非常敏感的。那么上完那一堂课，我就知道，虽然我还没有百分百的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知道这是我的方向，我知道我已经看到光明了。我那时候他中学马上毕业了，毕业以后就83年就考到咱们学校了。我看到他就像父亲一样，我觉得每次都很亲切，我什么事都会跟他沟通，什么事都会跟他讲。就常常我们的课是在路上在散步，或者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谈人生，谈天地，谈大自然，谈生活。来，脚制造点气氛。其实你在正式上中央音乐学院之前就已经开始获国际奖了，是吧？是，从81年的时候开始，先在全国比赛获奖。82年在英国的 Car Flash 比赛获奖，但是那时候获了一个最小的一个奖，但我特别的耿耿于怀，因为我觉得自己拉得还不错。当时的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技术应该说是发挥的还是完美无缺，可以这么说。但是还是年轻，在艺术表现上面来的自己还是非常有限的，应该说，所以获了最小的奖也不委屈，但是我自己觉得愤愤不平，还把那个看决赛的票愤怒的撕碎了扔到地上，然后评委会的人都在那儿了，但后来他就是成为我的主课老师了，就是后来的伊弗尔尼曼。等会儿，那年你多大？18岁。在哪儿参加比赛？英国，伦敦。不服归不服，不能藏在心里不说，对人客客气气的吗？咱中国人民温良恭俭让。我就是没有中国人民这个传统的优良的品质，我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那你刚才说，因此评委会主席后来却成了你的老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曼就写了一封信，就是后来的老师，就是表示能够希望有机会到英国学习，因为对国外了解是很有限，就知道英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世界的音乐一个中心。那么知道尼曼先生在英国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师啊，相信会在艺术上面啊给自己会有一些帮助。但那我想知道，这个尼曼教授他收你做他的学生的时候，他知道你就是那个拿东西摔的那孩子吗？他知道，他当然知道。那么尼曼接到我这信之后，他也是很积极，两个星期后就回了信，他说你的信我收到了，你的奖学金、你的生活费，一切都由英国的两家银行出，你九月份就可以来。所以前后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到英国留学了。其实中央音乐学院没有毕业，你就已经得到机会去英国留学了。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了两年，要85年，大概是9月份吧，还是8月底下旬就到了伦敦。挺有意思，我发现你这性格，他有时候给你惹麻烦哈，帮你得罪人，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也会给你带来帮助，会让一位这个教授因此非常注意你，可能反而喜欢你这个性格的学生。22岁到英国，23岁就已经开始得很高级别的国际大奖了，是吧？不，22岁。86年就开始参加了那个柴可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那这个比赛是我向往已久的，可以说，这个它是每4年一次的，那么在国际的乐坛上享有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一种地位和权威性，所以参加这样的比赛也是说很早都有这个想法，但是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比赛。我在苏联留学的，没过去，我说假如有些华音的话，我和苏联评委肯定是不喜欢，我就建议假如你是得高奖的，你别滑了。梁晓基教授也跟我说，我提醒我，他说你这个能不能少用一点，这个最终还是要评委会给你打分啊，你不要弄得大家都不喜欢这种风格，你这么做的话会影响你的结果。但是我连不得奖我还这么烂，我操，那你就奖了。我这是我喜欢的表现方式，而且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在音乐上的这种解读的方式。那如果是因而得不到更高的分数，那也只能这样了。这小孩怎么会这么倔呢？这么重要的机会，人人都知道，柴可夫斯基比赛如果要得了第一名，得了金奖，那简直你在国际乐坛立刻你就站住脚了。评委都告诉你了，你非常非常好，你可以得大奖，你只要少用几个滑音，你老师也告诉了，你就少用几个吧。为什么就非得我就不？这是我对音乐的理解，不给奖就不给奖。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的性格。我不会为此感到骄傲，但是这就是我。最后，你就是还是用你的方式演奏了。是的。得了什么奖呢？银奖。如果稍错妥协，就很有可能是，就应该是金奖，是吧？结果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是肯定受影响的。你会觉得遗憾吗？我也不觉得遗憾。说实在，我在音乐上有一种坚持，有一个信仰，我觉得非常重要，对音乐家来讲，就是证明就是他不是完全是为了名字，他还是很尊重音乐，尊重自己的最自然的感觉。一个二三当时评委嘛，他说穴位的出现是一个新的发现，他在演奏那个柴可夫斯基忧郁小夜曲的时候，他当时看见很多资深的评委流下了眼泪。Thank you.
那以后迅速的你又得了好几项大奖是吧？一个是 conference 比赛，一个是柴可夫斯基比赛，这两个比赛相隔这个不到一个月。那么这两套节目是不同的，那么他同时准备两个比赛，那么这个说来说是也是比较冒险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发挥正常，我也有这带着这个刚从莫斯科凯旋的这种气势啊。虽然我知道，只要是能够准备的充分，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能力强到什么地方？就是他那个 conference 的这个现代派作品呢、啊，还没练呢。又隔三个礼拜就要比赛了，他是练莫斯科这个曲目。他是在莫斯科同时准备的时候呢，这早到几天了啊。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一边在听录音，听这个现代派作品的那个一个录音，他把这听熟了。两个星期后就开始参加这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可以说就是，一轮一轮的，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的，有很好的成绩。这样的一直进入到决赛。我想象你一走进去，评委就说：“哎，这不就是上次摔咱们这孩子吗？他又来了。”他又来了。这次怎么样？到决赛最后一刻，我拉完的时候，我知道第一名一定是我，我知道是我。所以果不其然，到宣布的时候，我们说第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谢伟，哇！让我掌声四起啊！我就过来拿了奖，非常得意。刚一下去，下面还有几个单项奖，我想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别的因素，平衡的因素，但是最佳奏鸣曲奖，谢伟，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要上来。一会儿说最佳观众奖、奏鸣奖，所有的奖我全部三个单项奖我全部都报了，全部囊括了。那天是非常，就像在梦里一样。那天伦敦市长也在，也听了。中国驻英国的使馆大使，驻英国的大使，他们都有看这场决赛，因为他们知道我进了决赛嘛，都来助威来了。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后来那个市长跟我们大使讲说，今天的晚上是属于你们中国人的。知道音乐家的生活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想一定是很美好的。世界各地的旅行、演奏，跟世界一流的乐团、音乐家的合作，听上去特别特别美。真的就是那么美吗？开始之后发现，第一次的感觉觉是让我有点意外啊，倒不是音乐会的本身，就是我到经纪公司那里，傅聪的太太，钢琴家，我们中国钢琴家傅聪太太，我们经常有一些合作嘛，她也很关心我的事情，那么就当时给我推荐了一个经纪公司，因为我还没有经纪公司，让我去见他。我记得我到了那个当的公司，跟老板聊了聊，老板就很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的。聊完了之后说你回家吧，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啊，怎么着。然后我记得那个经纪公司里面还有一个职员是台湾人，他就很关心我，学伟你讲话可不要那样啊，谦虚一点啊。他就是你哪样讲话了又得罪人了。他就问我对一些音乐家的观点，那我就直言不讳的讲我是怎么感觉的，我就怎么讲。那么就让他就觉得这样说话可能不太好，这个音乐家正好是我们的音乐家，我们的签约的，我们签约的音乐家。您来客气，音乐家也是名气很大的一个提琴家了。但是我有按我的职，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隐晦的。我说这又不是针对人，我说对，在谈到艺术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在好像谈到真理一样。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这在这个方面，我一般不太会考究太多的考究措辞的这个方式。那总之，他让我回家歇着。结果呢，就歇着了。让我回家歇着，说有什么事来找你。另外有一家公司，他们又找我去了。当时呢，就是叫我去的时候，说我他刚被聘为 BMG 全世界的总裁，那是很大的一个国际的唱片公司。他说，你的演奏我非常非常喜欢，我要把你变成一位国际的大明星。经纪公司给了你一个不协和音，跟你对音乐家的生活的想象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别的东西吗？音乐生活也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个演奏的这种生涯，当然跟自己的想象距离甚远。马上就是走入这个职业的生涯呢，就要准备各种各样的作品。有时候一个月，我需要准备大概七八套新作品。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对任何人来讲，这个压力都是非凡的。有的时候三天准备一个协奏曲，还要背出来、练出来、熟悉，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很难承受。然后很快我就对这个职业感到非常的厌倦，而且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的一种生活，已经就不想做了。所以，因为我想我对音乐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在艺术表现上啊，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对，东西来不及准备，对，上去就拉，拉完了之后呢，说不错，但是你自己心里知道不够好，你就不舒服，我会很难过，有的时候我会难过的掉眼泪，晚上睡不着觉，就这么不能接受，会自己气得自己哭，别人都没事儿，我力求每一场都是应该。做到我能够接受，至少。其实你真的签约经纪公司做一个职业演奏家的时候，那个生涯就不是你想象那样。比如慢慢的练好琴，准备好一首曲子，然后好好的去表现给大家，大家做一个艺术上的交流，不是这过程。完全不是过程。其实是生存，是赚钱，也包括赶场。不管你有准备好没准备好，你也得不断的接活。一个演奏家，他不可能说是，每年，他如果做不够一定的场数的话，不能为经纪公司、唱片公司创造利润的话，那么他的艺术也没有机会得以展示，因为在国外也是这样。人家说，你要么就是太忙，要么就是一点儿也不会忙。我看当年，你因为你的个性会跟国内的人的这种为人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一些要求有所不和谐，而今天你会因为你的完美主义，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跟这个商业的音乐体制不和谐。要是个人去顺应环境，你将就将就呢？当然，你人也不能不可能一点不懂得妥协，这样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我想。但是我想这个我给自己的这个度大概也是有限的。我除了演奏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身份，据说你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是多大岁数当的？25岁。除了演奏之外，我在很多地方也有讲课，像在东京的艺术大学啊，在皇家音乐学院、美女音乐学院等等，我都有去讲课。OK。
对，我觉得就像战士的这个步伐一样，由远至近啊，不要一开始就是很平面，就在这里，梆梆梆梆梆梆，原地踏步走，是吧？啊，丢失方向了，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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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逐渐的由钢琴的加入，然后这个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好吧？我觉得你的经历，看上去啊，别人如果仅从履历上看。这个人这辈子真是一帆风顺呀，其实在每一个很顺利的背后都有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对，不在简历里头，而那个跌跌撞撞的过程往往还都跟你的性格有关，何以兼得？你的性格给你找麻烦，你的性格同时又成全你，所以比上帝照顾着的宠儿，被上帝照顾着的一个顽童。人说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啊。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好像我只有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心里面好像才真正踏实。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想我就是我相信是，我觉得我是音乐的一个仆人，忠实的仆人。